3、2、1，今年适逢台大学30周年校庆，学校特别与中华民国大专院校体育总会合作，由梁卓忠校长、施玉农副校长等人共同为校园圣诞树来点灯，宣布社团运动会正式起跑。唱诗社的同学也利用这个机会唱歌祝福台大学生日快乐。第七届的社团运动会，其实这次的活动是结合三个活动，包括第七届的这个社团运动会，以及一个校园反毒的一个路跑，以及这个30周年的圣诞节点灯的活动，三个活动同时进行。那这个活动主要是由社团人来参与，所以它的比赛的形式跟一般的运动会有点不太一样。那主要是由同乐的性质，那由社团的展现我们社团人的热情活力。科活动中心主任林作庆指出，举办社团运动会期许学生发挥向心力、运动家的精神，为社团争取荣誉。另外，校庆运动大会、大队接力、趣味竞赛等活动一一的登场，展现大业师生的团结与活力。在人新闻刘新校采访报道。